来帮你挡着。你等一下。好了，我留个电话给你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打给我，记得打给我。再见。喂。站好了，我来帮你。鞋跟掰断了，小姐，下次开车别再穿高跟鞋了，换成平底鞋吧。从来不穿平底鞋，我只穿高跟鞋。好啊，下次你的鞋再被卡住，就连井盖一起抬走，这样你的鞋跟就不会断了。
扶着我，行。哎，这下像平底鞋了。睡觉吗？怎么可能？现在都几点了？这么早打电话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是在说梦话呢？啊，这都快中午了。我问你，今天面试的结果怎么样？顺利吗？妈，现在几点？哎呀，这都快十点多了。哎，你不会告诉我？你没去吧？妈，我现在有点急事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啊！这孩子估计又起来了。什么日子啊？我不担心，房东阿姨。薇薇在吗？开门呐，薇薇。薇薇，你在吗？薇薇，来了来了。薇薇，快点开门。啊，哎呀，薇薇，开门呐，薇薇。啊，你得交我房租。哎，啊，哟，我肚子疼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肠胃炎犯，快帮我叫出租车！快，赶紧送你上医院吧。抱歉大家，家父最近身体抱恙，在英国休养，所以这次的股东会议由我来主持，并且接下来一段时间，赵氏集团也将由我暂时管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阿姨跟你一块上医院吧。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。那你这样我也不放心呢。阿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阿姨，阿姨跟你一块去吧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师傅，医院有事给阿姨打个电话。师傅，咱不去医院，咱去 SK 大厦。
说大哥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电话也不接，投了十份简历，只有这一家打电话叫我们来面试。还有三分钟吧，还来得及。赶紧的吧。你好，那个，我们是来面试的。好的，你们请稍等。